乡亲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洪祖美。人生何处不相逢？咱今仔日遮有一个足大个 surprise。阮即届伫顶礼拜日才结束了美西夏令会，阮个 speaker 个之一就是洪永辉法官。伫礼拜一个暗时，阮伫台湾会馆有一个演讲会，结果我入去到会场呢，就看到讲，我的好朋友是秦雪华嘛，伫遐，所以我即马来介绍，伫我右边这个这位就是洪永辉法官。洪法官，你好。祝美姐你好，各位乡亲大家好。啊，伫洪永辉右边，迄就是秦雪华。雪华你好。祝美姐你好。冯法官好。各位乡亲大家好。雪华，恭喜洪法官的高中时候的老师。这是要怎讲起的呢？咱现在就来听，您是怎么相认到你那个台湾会馆是怎么相认的？是谁先认谁？所以我就是看到台湾的这个《太平洋时报》，有看说台湾有一个女法官叫做洪永辉，要来这里做特别有关这个民主民权的问题的演讲。我说，这个洪永辉这个名字这么像，非常的在我脑袋里很清楚的，然后看一下，原来是台中二中毕业的学生，因为我在台湾在高中跟大学教过书，来这也是高中学校跟大学教书，所以这个名我这么清楚，我相信他一定是我台中台中二中的时候的学生，所以我一定要来跟他见面，所以我就来这跟他见面这样。但是实在在台湾的教书的时候，台中二中的学生都是这么漂亮，这么纯洁，很努力向上的小姑娘，可以这样说，所以我不敢说，一看到他我就会当说他就是一定是我的学生，我就跳在走到头前，然后原来是洪法官先跟我穿好，所以我讲哇，真欢喜，真欢喜嘞！所以即马看到的洪法官呐，就是安尼，即为着台湾民主民权来奋斗，这么勇敢，又个这么水，这么有尊严的一个女法官，所以我看到讲哇，这青出于蓝，我实在是欢喜甲袂过哩啦！所以今仔日就是秦老师，就是讲要送迄个法官一挂。一挂礼物，一挂奖品啦。所以法官吼，迄阵啊咧读者小女生，一定话足聪明的款，是毋是？老师才会记伊名。这个老师可能也是很好的老师，说学生啊一个人就去认出来。老师，那个老师，你那个奖品是什么东西？能不能好玩看嘛呀？我哩讲，其实吼，这是礼轻情意重啦。因为主要我是以这个学生也是，你看成绩这么好。老师呢，就是以这种奖品的这种名分哈，要来送伊一条黑色的珍珠啦。因为我想讲法官哈，拢穿黑色的衫啊，勇敢个尊严哈。这个黑色哈，就是代表伊的气质，这种勇敢哈，有成就、真尊严的本性啊。然后呢，珍珠就是代表真纯洁哈、正义，所以我才讲洪法官一定是这个。上好上好的法官哈，这个手机都有卖钱嘛，是黑色的呢。阿廖，我跟你管嘛。所以咱是遮正经，就是有汉尼。阿星，今有收这时间，对对，就是很巧合哈。呀，就巧合啦，咱来当讲一下那实在哈。我嘛想袂到，我想讲啊，我咧跳舞，啊秦雪华就是会跳舞。我还在合唱团唱歌，我做会跳舞的朋友，我其实我也不知道你台中二中教会册，真欢喜，真欢喜，这听了说你在这边洛杉矶还是桃李满天下，秦老师啊，你听说你还是桃李满天下，是啦，因为我在这教册我那将近30年了，这个我希望说这是礼轻情意重啦，洪法官哈，那想着讲，有奖品哈，伊就怎样讲啊？这么多年来，老师呢一直拢是对学生鼓励，还佫支持。你看伊今日有这么大的成就，还佫有
这么重要的路途要去继续打拼，所以说、欸、老师一直都在给他支持，一直都在给他鼓励啦。啊，除了这个东西了，我另外再扎一本书，这不是礼物啦，这是、哦、有人交代、哦、就是说我们台美人、哦、在台湾来美国的一些作家、哦都有定期嘛，比如说出版这些作家，大家当这台美文艺，这是台美文艺。啊，钱老师，我是台美文艺的会员啦，所以伊嘛一挂文章里内底啊，所以嘛爱让老迄、那个法官吼、哦、知影讲，诶、欸，老师吼、哦，唔是讲教书教了就算呢，还是继续在进修呢，后写文章，后跳舞，后唱歌拢有哦。所以这个老师是多才多艺的。啊，这是古办的啦，因为今年刚九月才要搁出新办啦，啊，所以我都较紧吼，这两天先才找一个古办，但是因为内底有外文。啊，搁也有呢，有咧变魔术，搁也有哦。不是，真好，因为阮其实吼对台湾来讲吼，拢嘛是真怀念阮的故乡嘛吼，咱台湾的故乡吼，所以呢，对着台湾歌、台湾舞哦，拢一直真向往。啊，有一个叫做张瑞菊老师哈 ，Tina 张啦，真发心啦哈。啊，伊除了舞蹈，这么好一个安尼志愿哈，变真侪用台湾歌来变做舞蹈的这个舞蹈哈，啊来成立这个台湾会馆的舞蹈班哈。啊，我嘛是来在班里面的班员啦哈。当然，呀，我嘛是，即我嘛跳舞掉呢，我嘛跳舞掉呢。是啦是啦，我拢做会跳舞的。是啊，啊个台湾会馆合唱团等等哈。啊，所以接下来底就是有一挂舞蹈台湾歌的舞蹈节目啊，有录起来哈。所以我今日就是甲洪法官哈，再来三片呀。好，真济哈，表示要让你看讲阮台湾来的哈，拢一直拢为着这台湾。谢谢，咱家己的故乡吼，真思念。不管是伫文章内底吼，还是是伫阮的言行内底吼，还是活动内底，尽量咱要来发展咱这个台湾文化，和美国的人士呢，会当来了解。嘿，这个吼，法官，你这个未歹吼，啊，好，你刚才阮夏玲辉。挖到这个人才啦！阮夏玲辉，你阮逐年拢会去见。阮其实这是第二摆尔啦。啊，你见讲啊，到底今年要请什么？种即马，互人足关心的。美说夏玲辉是因讲是种台湾人的精神，自古早就是安尼。啊，咱咧怀念故乡吼，啊，知影故乡的民主人权。啊，所以迄阵啊，拢有同乡会，所以我就用一个夏玲辉啊，逐年拢做伙，那像一个大团圆迄种感觉。啊，后来民进党成立执政了，大家感觉讲，嗯，啊，咱都已经执政啊，所以啊，搁台湾社团啊越来越多元，所以夏玲辉全变作李美雪全无去，啊，所以即届阮着搁继续搁努力啦。李黄根生教授，咱拢斗阵过吼，伊足拍拼，伊着讲哦，咱台湾精神一定爱搁甲恢复，搁恢复，诶，迄台湾人是迄落无像位啦，就是讲搁继续，大家拢爱做伙来安尼活来，啊，今年。啊，就是我来负责的 program， 啊，迄个黄教授嘛，到三家，甲王太和吼，啊，因两个就去负责去邀请你甲陈东山立委嘛，吼，啊，佮蔡廷贵安尼三个，这是最主要的主讲啦。当然，其他节目还排得满满的，很多很精彩。所以去参加的人实在讲，今年参加的人大家拢足欢喜的啦。啊，只是说，啊，雪华早无知影讲老师要来啦，啊，无伊嘛会参加啦。总之呢，也。没有失去机会，我等下搁办一个台湾会馆的那个演讲会嘛，吼、嗯，啊，甲今仔日的聚会啊，那一挂 surprise， 这一次的你的旅行算讲很 happy 很圆满吼，互你有一挂收获，啊，我嘛有收获，因为我得到一挂法律上的一挂知识，啊，搁了解较济，啊，搁知影讲咱台湾有一个足勇敢、足勇敢的一个法官。啊，洪英花啊，我嘛感觉 I'm so proud of myself， 因为我跟你嘛姓洪，跟好像遭到洪法官的光感官呢。呀，我真欢喜啊！啊，即嘛，你下一步回去之后，还不过继续创啥嘞？回去之后呢，你即个放假来，还是讲、欸、啊，回去嘛是还去上班哦？对，嗯，回去好好扮演法官的角色。啊，继续关心台湾的人权、台湾的司法以及台湾宪政的未来。啊，我也期盼朱梅姐、各位敬爱的乡亲，
啊，我的老师，不敢当啊。这里在这边要特别跟老师感谢一下，老师英文教得非常好，高一的英文帮我打下很好的底子，所以我的大学联考英文帮我争取的很多很好的分数，对，所以让我可以顺利考上东吴大学。这个要特别跟老师谢谢，我的光荣，我的光荣，不行，谢谢。看我马上去找老师来补习这个。希望各位乡亲可以继续关心，跟我们一起来关心台湾的司法跟台湾的宪政，以及台湾人权的未来。谢谢。像你这么优秀的老师，那个法官啦，就是说你的职权之内，敢有可能去台湾的乡镇啊，啥做迄种？咱这来议员弄迄种town hall meeting 哈，啥迄落黎明，等下讲黎明大会迄种的啦，啊去开一挂迄个演讲会啊，啊教育一挂法律上的知识啊，予老百姓听，敢有可能讲你的职位是一个法官，你敢会当去下乡去做一些法律知识的辅导这方面的事情？会不会有法违背？不能做个案的辅导，但是就是说法律、法治教育、法学常识这方面的跟大家分享，或是跟基层的乡亲分享，我想这是责任，也是义不容辞。是啊，所以是不是啊？这想讲迄个咱的区公所啊，啥迄个有迄种补助，因为你至少你若去，嘛有一挂就是讲要请人来，就是讲因会当给你安排这个场所啊，啊嘛拜托你当去拍拼，去招一挂法官甲你做啊，愈因遐迄落是啥，愈雪球吼越滚越大吼，台湾的人愈有迄种法律的知识，我感觉这嘛足要紧。你想讲即马咱台湾人互吞呾，咱家己嘛无啥知呢。对啊，其实司法的改革是需要全方位的哈，各方面大家一起来努力的。是啊，这个朱梅姐这个看法是非常的有见地，也是很实际的，真实者。国民党一直在跟咱骂，讲他民进党是个贪腐的政权，陈水扁是个贪腐的总统，啊，这么林益显阁发生这么大代志，国民党你们怎么解释呢？啊，怎么讲呢？对不？哈，安尼啊你。你对这个林益显这个案件你觉得呢？也许哦，这个可能你拢出来你外国啊。啊，也基于这个法官角色，因为也这个侦查不公开嘛，那侦查中的案件，基于法官的角色是还不适宜来做评论啦。安尼哦。OK， 好啦，嘿啦，安尼咱我。老师有什么话说？你有哈有什么感想？发表一些感想吗？这个感想就是讲，哎呀，天地哈，嘛是世界虽然真大，阿妈可缘分哈，阿妈先讲真细，阿有缘分来家得个等着我先，就种欢喜嘞。阿哥讲吼，有这么大的成就吼，我暗时吼，伊也唔听，演讲听了，等起拢困未起呢。你讲较紧要天光啊，问朱碧姐讲，当时我也当个看到伊啦。这八点就甲我卡电话啦。阿公，阿哥，你过来，我嘛起来呀啦。系啊，所以我来在家吼，阿姨嘞嘿，啊，后街我来等伊台湾吼，咱希望也够是。有机会和一点见面见面的机会，不是不是，我真的因为你啊 ，small world， it's a small world， 真的是 proud of you， 对，谢谢老师，好啦，谢谢谢谢法官，谢谢钱老师，多谢朱梅姐，谢谢朱梅姐，好，谢谢谢谢，很感恩，啊，谢谢，好，哦，做结论了，哦，是啊，所以说真的 ，it's a small world。咱离遮，甲远远，咱来美国想讲已经脱离台湾离足远啊，结果讲师生可以相见，吼、哦、啊，这种代志几乎是真侪所在拢会当发生。我有当嘛捌伫 supermarket 碰到我小学同学，吼、哦、啊，高中同学，啊，阮最近才有一个同学会，一个 Colorado 来生活做会，所以我感觉讲。我伫台湾人个社团内底嘛，真好运，因为我家己趣味真济，啊，所以熟识真济朋友。我今仔有遮尼好个缘分，啊，佮恁安尼斗阵，我毋知影讲，阮跳舞个朋友，啊，嘛是法官个老师，啊，所以大家安尼足细个世界，啊，大家佮会愈感讲，会这样感情吼，会愈来，会愈感觉讲，哦，大家拢是姊妹啦，吼，安尼啊，真欢喜，真欢喜，多谢。
啊，握手，谢谢，谢谢。我要跟学生，谢谢跟学生抱一抱。对呀、啊，就马黑嘞，老师，叫你有成就，就马黑嘞，高一就很大，认出来就。